他就是方鹤，这小子害我们全体被领导批评处罚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你们真够义气的，跟我一起受罚。谁想跟你受罚呀？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每个人200个俯卧撑，谁敢偷懒或者少做一个，你们全都受处分。什么？200个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干脆杀了我吧！等一下，我有异议，这是因我而起，跟他们无关。 这个罚我替他们受了。你想逞英雄什么？你准备怎么替他们？这可不是200个俯卧撑就能解决的。哎，不不，连他们三个的一起，800个俯卧撑。如果5分钟之内做不完，我保证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如果我做完了，那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而且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800个5分钟？当我是傻子吗？根本没人能玩得成。 我倒要看看你想要耍什么花招。800个，方鸿之疯了吗？方鸿够义气啊！我听你。我答应你，希望你不要反悔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到时候希望你不要反悔。抱歉，师傅，我要用那招了。5分钟800个，哼，希望他不是乱说的。怎么可能呢？ 肯定是假的，以我现在的状态，5分钟800个确实不可能完成。不过用了这招，我肯定能行。形势所逼，没办法了。这个穴位将激发我的全部潜能，力量也会大幅度的增强。怎么了？他要变身了？这小子刚刚对自己做了什么？我要开始了，你们千万不要眨眼睛。接下来，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奇迹。 我现在已经激发出自己的最大潜能，力量是正常人的10倍。只不过5分钟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快看，地面陷进去了！好快！这个男人好强啊！他是人吗？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我的头好晕。为什么我怎么碰到些麻烦事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 因为战军姿或者各种训练晕倒躺下的学生不少，但基本上都是因为劳累或者脱水导致，最后也都有惊无险。啊！他吐血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这不像是中暑的症状啊！救我！糟了，他无法呼吸了！急救术我还是躲一些的，来不及等校医了。 先给他人工呼吸，慢着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吗？你小子干什么？我刚才是救你一命，他现在的症状一看就是中毒的症状。如果你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你也会中毒的。中毒？快给我准备些水，越多越好。同学，你忍耐一下，我问你去毒。 恶心！什么东西吐出来了？把水拿来。等等，同学，麻烦请你让开。抱歉，再给我一些时间。还好我的蛇脚还在身上，用过蛇脚之后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这是我们校医的事儿。我再说一遍，请你让开。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几天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张嘴。我说让开。你要给他吃什么东西？ 这是可以解毒的蛇脚，是吗？别开玩笑了，你。